这一款我拿的这一款就是之前我们实验室里面研发的以这个棉布作为基材做的流水分离材料，但是发现了它的这个力学性能和类酸碱性能都不如这个我们现在手里拿的这个聚氨酶纤维的。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力学性能强，然后在恶劣的环境下，像那个强酸强碱，还有一些极冷极热的环境下，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寿命会比较长。